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经本第45页第三行藏当中看起啊。前面我们谈到现在无论出家在家学佛了，找不到老师啊！我在64年之前遇到方东美先生，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就是现代的学校啊，64年前的台湾大学，就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我想到大学去听课，他说你会感到失望。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是到好几年之后才明白的。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好老师有。为什么老师不像老师？就是好老师他不教了。什么原因？学生不想学。啊，学生念小学，他希望升中学，他好好念书。中学生呢，好好念书，希望升大学。大学就不好好念书了。为什么？就等拿文凭。啊，将来到社会上找一份好工作，啊，目的在此地，所以他不需要读书了，啊，也就是心浮气躁，不认真在学术上，所以老师教他了，没用，他听不进去，他学不会，所以老师就敷衍，啊，为什么要敷衍？老师这个行业很清苦，他就靠这一点收入养家，不能不上课。那学生志不在读书了，啊，志都在等毕业文凭，好在外面找一份工作。啊，所以老师很感叹地说，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那么诸位想想，现在64年了，今天的学校跟那个时候比差远了。啊，那个时候学生虽然不专心在学，他还是看一点东西。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啊，这就说明学术一代不如一代，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就常常想到20-30年之后大学里面找不到教授了，没有好老师了。啊，学校的学生呢也不想不好哈，现在小学生都心浮气躁，那怎么会有成就？所以真正想学怎么办呢？只有还是找古人。现在读古书比较难，但是现代的人留下的光碟数量很丰富。啊，他的著作，他的光碟，啊，用这个来教学。那么光碟教学
这些年来有不少人在做实验，做得很成功啊，我们听了我们看了很佩服啊，甚至于我们自己在现前对光碟教学我们都不放弃啊，你不可能找到一个老师把这一部经重复给你讲几遍，这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有一套光碟，你听一百遍，听两百遍，听三百遍都可能，只要你肯听啊，听一千遍也没有人干涉你，这个好啊啊，中国古人教给我们教学的原理原则啊，我们现在讲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自己开悟了啊，熟透了就会开悟啊，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修佛这么多年，常常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常劝大家，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是一心。三心二意是妄心啊，用真心，书要是念上一千遍，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真心就出来了啊，真心自自然然会有开悟。这经里面什么意思你全明白了啊，这个方法是真的，是真理，不是假的。啊，古代这些圣人，他们说出的这个东西，为什么称之为真理？永恒不变，就是他用真心说出来的，他用真心写出来的。就这么个道理啊，你要会用真心，你就是佛弟子啊，把真心用熟了，你就是菩萨。哪一天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就成佛了啊，谁叫你？没人叫你，你自己就成就了。谁是你的老师？谁帮你印证？这印证的人啊，就是老师啊。那我们如果是开悟了，今天找什么人来证明？找不到人，找经典。我们看到大乘经，一看就明白了，他给我们证明我们真开悟了啊。大乘经是我们的老师。大乘经是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那释迦牟尼佛就是你老师，你是释迦的弟子啊。佛家如是，儒家也如是，道家也如是，其他宗教也如是，妙不可言啊。孔子跟谁学的啊？孟子是学孔子，孔子已经不再过世了，孟子是拿到孔子的著作来学习，像我们今天拿到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观点，同样的道理嘛。现在科学进步，在方法这个方面来说比古人好，
比古人精密，数量也多，不缺乏。所以在这个时期，真正好学的人还是有门道啊，不是无路可走啊，有门道啊，啊，那就是学古人，做古大德的私塾弟子。中国人讲私塾弟子，头一个是讲孟子。啊，孟子在世，孔子已经往生了，已经过世了。啊，孔子的著作在，他仰慕孔子，而不在同一个时代。啊，他隔了一代。孟子以孔子的著作作为他的课本，那学习的标准，他学得很成功。那就是以孔夫子为老师，那他学成功了。后世尊孔子为至圣，尊孟子为亚圣，这就证明他的成就非凡。孔子你看看，当年在世学生有3000人，3000里面有72个顶尖的。孟子的地位超过他们，在72弟子之首排在第一个，后人摆的。啊，提孔孟不填孔颜，那颜回是夫子最爱的学生。啊，没有讲子游，没有讲子贡，啊，人家提孟子孔孟。这就说明啊，学古人能学成功，而且能超越，甚至能超越古人啊。佛门里面有其他的例子很多，如汉朝的司马迁，中国历史第一篇史记，史记的作者就是司马迁。啊，司马迁从学问从哪来的呢？从左丘明来的。左丘明著了一部书，流传到后世，就是《左传》，《春秋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司马迁是汉朝人，这隔的时间长了。他学成功啊，他的文笔非常流利，很像左传啊，这个春秋左传。那么这是说明司马迁学左丘明都是学古人。唐朝时候的韩愈学司马迁，唐宋八大家大文豪，他的文学跟谁学的？跟司马迁学的。那司马迁怎么教他的？就是史记，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就是读史记。啊，司马迁一生就是读左传，春秋左传，这样成功的，百遍千遍熟了吗？啊，这些教训呢，我们真的要记在心上。我们怎么去选老师？啊，所以今人找不到啊，只有学古人。佛门当中有偶耶大师、两目莲池大师，学得很像。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啊，偶耶是第九代，你看都成为这净宗祖师。
啊，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往生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他就专念莲池大师的著作，以莲池为老师，啊，学习他的著作，学得很像，也成为一代祖师。那么我今天跟诸位介绍的一位大善知识啊，是谁呢？阿弥陀佛。我们以阿弥陀佛做老师，我们学阿弥陀佛，将来肯定成佛。啊，阿弥陀佛在哪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啊，根据无量寿经修学，能把这一部经的理论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教训呢都能落实在生活当中实现了，你就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好老师在我们面前不认识就没法子了啊！无量寿经的版本很多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五种啊，还有两种晦气啊，三种晦气，还有一种截教本，彭继清的截教本。所以无量寿经在中国有九种版本，在日本比我们还多啊，日本祖师的注解多，有二三十种注解啊。中国无量寿经的注解只有两种，注解只有两种，所以对无量寿经的学习啊，古时候不是今人，不是现代，古时候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勤奋啊，还来得认真啊。那么这部经根据蒙古大藏经啊，蒙古大藏经蒙古文我们不认识，我是看它的序文啊，序文里面说的关于无量寿经，蒙古文里面收的有三十多种，这给我们证明了中国古人猜测的无量寿经是佛陀在世多次宣讲的，就不只讲一遍，讲一遍有一遍的集结啊，那么有四五十种啊，那可见的佛是常讲啊，佛说经四十九年，几乎每一年都要讲一遍，有这个可能。为什么？这部经太重要了啊！一切众生能学这部经，他一生能成就；学别的经呢，一生不能成就啊！一生真正能成就就是这部，所以佛常常讲啊。我们得到这个信息了，我们深深盼望着懂蒙古文的这些大德，把蒙古文里面的无量寿经找出来，统统翻成汉文啊，在汉地流通啊，多读读的时候就晓得佛每一次怎么讲法啊，佛是应机说法，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听众、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时间，讲法不一样，但是内容一定是相同的啊，话说的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也增长我们的信心。
西方世界往生大众的快乐，如漏尽比丘，就是阿罗汉。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漏尽就是烦恼断尽了。啊，烦恼有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个经是大乘经典，应该以大乘教义来解释。小乘只断见思，尘沙无明没破。啊，大乘的漏尽是舍利菩萨、法云地的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四十一品无明啊，他断了三十九品，啊，只剩下两品未断。这个人叫大乘阿罗汉，啊，身见已破，不再执着我见。非常不容易啊，真正做到无我了。为什么？因为他了解事实真相啊，大乘教常说的诸法实相，这个宇宙之间一切万法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空，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科学里面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物质是什么，念头是什么，起心动念，自然现象是什么，这是科学的三个大问题，叫宇宙的奥秘，没人知道。啊，其实佛早就知道了，他们没读佛经，他不知道佛知道。啊，科学发展到今天400年，一代接着一代，不断深入去研究。啊，到这一代，最近这20年，啊，才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啊，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就是宣布他们研究的结论。啊，结论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啊，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方法完全相同，啊，就是把物质不断去分，去打破，去分，分出最小的，啊，不能分了，最小的不能再分，一分就没有了，空了。啊，随着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这桩事情做到了。啊，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学生比他出名，啊，他研究量子力学的报告，啊，揭穿宇宙的秘密，啊，把这个物质分到最小的，
啊，最小的称之为中微中子，啊，而中微子都可以。啊，它有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聚集100亿个微中子，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核里面的电子，啊，原子打破，看到原子核，看到电子，看到中子，啊，80年之前发现原子，以为它是物质最小的，啊，借助这个科学仪器不断的进步，啊，把原子打破了，发现它不是最小的，啊，打破之后看到它里头有电子、有粒子、有原子核，啊，有中子。那么再把这些东西个个打破，那都不是最小的，都个个打破。打破就发现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好像有50-60种，啊，还能打破。啊，再打破了成为夸克，啊，也有几十种，啊，再把它打破的时候，就是微中子，啊，这真的是最小的了。微中子再打破就没有了，那就跟佛所说的，啊，就空了，虚空了。佛把这个最小的物质现象称为灵虚尘。啊，虚就是虚空，它跟虚空做隔壁，打破之后它就空了，就没有了，啊，就再找不到了。那么这个科学做到了，啊，就这个中微子、微中子，微中子打破之后，物质现象没有了，那看到是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恍然大悟，物质是什么？物质是我们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会以为它存在，啊，实际上它不存在，真的不存在，啊，那我们在《引证大乘经》里面佛说这桩事情，啊，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个念头，啊，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佛问的这一句里头三桩事情，即念，多少个微细念头，这即念，即相，相是物质现象，啊，即时，时是受想行识，所以我们才真正把五蕴皆空那个五蕴搞清楚了，啊，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微中子，啊，而且五蕴说得好，五蕴讲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物质跟念头不能分开，一分开的时候，物质就没有了。啊，念头还存在，物质没有了，所以有物质一定呢，这个物质它再小，它有受想行识。那换像用现在的话，就是最小的物质，它也是有机体。啊，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它有感受。那像我们起心动念，它知道，它有感受。啊。他有想，啊，他有相续不断，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就是行，啊，识就是他有记忆，所有一切我们的经验，好像它是仓库一样，资料室一样，通通储存在他那里。因此，我们生生世世的事情，只要能够转八识成四智，
就都知道了。那自然知道了。啊，这就说明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什么关系？一体，真的是一体。啊，我们今天提出跟宗教往来，跟宗教和睦相处，啊，提出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啊，为什么？今天时候到了，一定要提出来了。才能帮助地球恢复安定和谐，啊，人民才能过到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不是这个神跟那个神是两个体，两个体就要打架了，啊，就要争胜负啊。啊，没有，是一体。啊，就像前些年中村康隆老和尚，啊，这日本人都知道他，啊，都非常尊敬他。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一百岁，那一年正好100岁，他103岁过世了，往生了。啊。这个老和尚告诉我一桩事情，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得好啊，那个时候我正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他的徒弟乔本，老和尚圆寂之后，这个道场他继承。他跟我说，他说法师，我们老和尚今天说这个话，他从来没说过，为什么他跟你见面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我说我在搞宗教团结。啊，他把宗教团结的理论道理说明白了，说清楚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提出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宗教团结，社会就祥和了，宗教教育发达了，这个世界就和平。每一个宗教，你就看他的经典，他讲什么，都是讲所以爱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思想，都讲孝养父母，啊，尊敬老师，我们中国人几万年前所说的，每一个宗教经典上都有。啊，所以你读它的重点，这个经典呢，你才晓得宗教与宗教之间大同小异。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宗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传媒，没有交通，所以非常不方便。啊，菩萨圣人要教化众生，那就是随类化身。啊，他能分身到每世界每个角落每一个族群，啊，示现圣贤人的样子，啊，所谓圣贤就是通达一般人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他能明了，他能说得出来，而且能帮助我们求证，
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宗教教育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不是随便说的。啊，真有真据，啊，确实如此。宗教教育不能疏忽，啊，不能说它是迷信。谁迷信？说迷信的人迷信。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就晓得他是装什么事情。他是很好的教育啊，济世的教育，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向上提升就是科学、哲学啊，科学、哲学经典上也有啊，但是确实。由浅深广狭不相同啊，那么大家公认的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最透彻、最清楚、最明白啊，我们今天要集成大乘佛法，要认真努力去读经啊，怎么会懂啊？读多了就懂了啊，所以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自然就懂了。那不懂什么？不懂再念一千遍，不懂再念一千遍，一定把它念懂为止。不要求懂，求懂是个妄心，那是个障碍。你不会懂，什么都不求，只是老老实实的念。就是用真诚心啊，不加妄想，不加杂妄念，这就行了啊，一直念下去，念久了豁然贯通啊，贯通之后再用老办法继续不断的去念，那你这智慧一次比一次提升啊，遍遍有新的见解，遍遍有新的道理，你悟出来了。这个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换句话说，佛菩萨、圣贤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平等的，就是我们没有真干呢。我们要真干，跟他相平等，不输就输给他啊，甚至于还有很多超过的，超过阿罗汉，超过菩萨啊，修得最圆满的就是佛，佛佛道同啊，佛与佛没有等级，没有差别所以啊，这讲大罗汉呢，身见已破啊，不再起我执我见的这个念头，这念头不生。佛为什么还讲这种话呢？因为我们是待业往生，身见没断的，随时想到我，而到西方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我这个念头就不会再起来了啊！所以断烦恼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烦恼自然断了，自然不会起来了。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十六章，我作佛事，生我过者善根无量，
戒得金刚那诺延伸坚固之力，这是第二十二愿啊，32愿，那诺延伸金刚不坏身啊，所以才无量寿啊。啊，先要有好的身体啊，身顶呢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光明慧慧会变月，第33愿啊，后面还有一句，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众生，若不二者，不取正觉。这末后是第34善谈法要，这是教化众生啊。我们看这小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体健力强，身体坚固啊，不会生病啊，身体强壮啊，啊，有能力办事啊，所以身为金刚不坏身啊。那诺延是梵语，是金刚力士神的名称啊，这个地方用它来做比喻啊，身体的坚固。身顶皆有光明，光明是由清净心发出来的。现代社会上有神通的人很多，有的能看见光明，也能立地三尺，他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的啊，确实有20妖魔鬼怪加持给他的，他被妖魔鬼怪控制住了。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不少啊，啊，所以他能表演给人看，相信的人也很多啊，但是这种相信是错误，他没智慧啊，这是邪道，不是正道啊。正道里面的神通，你们看海贤老和尚，他真有六通啊，他神通具足，他不表演，他不露相，有时候必要的时候露一下，你要很留意，你才会发现，你要粗心大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妙就妙在此地。啊，他为什么不露？露了人家说他是妖魔鬼怪，啊，甚至于可以把他贬到邪教里头去，啊，他不表演。啊，很不得已的时候，有几次你们在光碟上能看到。啊，你像他们烧那个烧麦穗吧，那个烟雾现在很大，他们这个风吹的时候，这个呛鼻子，没有办法读经。啊，他一个徒弟找老和尚，他说屋子里全是烟。那老和尚听了也没说话，在地上捡了一个破的塑胶袋，啊，就上面甩了一甩，叫那些风啊，啊，到那边去，到那边去，那个烟果然就从往那边去了，那就是神通，啊，大家乖乖去念经去，啊，不要胡思乱想，啊，偶尔试做了几次。所以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你才知道老和尚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头如何修行，怎样证果，怎样证到究竟的果报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就可以用佛的身
三十二相的神啊，来弘法利生。啊，那么在中国，唐朝慧能大师24岁大彻大悟，他要到猎人队里头去躲藏15年，啊，才能出来弘教化众生。时节因缘不相同，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用这样的身份，啊，用这样的表法就正确了，啊，我们应当要好好学习。那么善谈诸法迷要，就是讲经说法。现在讲经的人，我劝各位发心学讲经，啊，不要以为自己无智慧而不学。假如真发心，为了报封恩、弘法利生，不图名闻利养，讲经的时候自有佛菩萨加持。啊，这是许多讲经法师都有这个经验。有时候在讲坛上发挥经中的奥义，淋漓尽致，事后想不起来说些什么。有时候预备讲演的资料，开讲之后啊，通通用不上。啊，各位将来参与讲经，或能遇到这种情况。讲经的法师、居士，个个都有这个经验。我初学佛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在台湾是个讲经的法师，讲得好。那我们把这些经验告诉他，他是真的，他也常常如是。啊，在家居士李炳南老居士讲经非常认真。他们讲经是晚上，啊，一整天讲经那天一整天，从早晨8点钟，大概到晚上吃完饭，他坐在读那一段经文，啊，都在用心在学习，到晚上2个小时，啊，他上台讲经。常常告诉我，所预备的上讲台之后都用不上了。上讲台之后，那个智慧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自然流出来。啊，自己讲了，自己也非常欢喜。啊，确实不是他预备的东西，但是预备不能不做，一定要预备。啊，预备是求感应，上讲台是真的感应。你没有预备啊，你就没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呢，就没有感应。那所以这个感应是从真诚心、恭敬心里面出来的。啊，一定要以真诚恭敬，啊，才会有这个感应。啊，这感我们一生当中太多了。第17章有2愿，啊，一生不出愿，教化随意愿。我诸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到这个地方是第1段，第35愿。啊，下面呢是第36愿，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辟弘誓开，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
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这是第三十六愿。末后两句总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佛了，那么这个愿就兑现了。所有众生，十方世界，所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一个不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究竟彼至，这四个字重要，非常肯定，叫我们丝毫怀疑都没有。究竟必定能达到一生不住。一生不住是后部佛。等觉菩萨里面的第一位。像今天的弥勒菩萨，他是一生不住。他现在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天。将来斗率天的寿命到了，他会到人间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八相成道。虚云老和尚，他一生修弥勒净土，他往生就是到斗率轮内院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作佛，他们就像摩犍连了、舍利佛了，这是佛身边的大弟子。他跟弥勒菩萨有缘呢，他在这一生做到了，他是真正往生斗率内院的。因为他过去在世的时候入定曾经到过去过，弥勒菩萨叫他回来，你的事还没办完，事情办完之后再来。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确实生到弥勒的内院。一生我们看注解，一生不处这一愿颇为重要。这是佛保证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等于给我们下了保证书。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的地位，不，这个不处就是后补佛，他在那等到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了，他来补释迦牟尼佛的位置。他到这个世间来成佛，衔接第五尊佛。释迦是第四尊，弥勒是第五。那么在这个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所以叫衔接。就是圣人特别多。那么换句话是，我们这个世界学佛根性厚的人很多，在这个大时代当中他们都会成就。那么下面讲圆教的一生不处，
啊，这等觉菩萨的地位，如观音是之，观世音在极乐世界是不出菩萨，将来阿弥陀佛灭度了，观音菩萨在成佛，啊，继续教化众生，而且会更兴旺，啊，更殊胜。假如我到西方，要多久才回来度我的家亲眷属呢？很多人关怀这个事情，啊，是不是要等我成佛才能呢？不需要，这是小事，这是很容易解决。到了西方，跟阿弥陀佛见了面了，就得佛力加持，就能回到娑婆世界教化一切有情，而且来去自由。啊，你拿到极乐世界通行证，进出自由，难得了，说不会再有隔音之谜。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了面，就等于拿到通行证了。这个通行证是极乐世界通行证，啊，你想到这个时间来你就来，想回去就回去，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来干什么？来帮助你的有缘人、家亲眷属，啊，你总是希望带他们一起走。啊，那他们能不能跟你去呢？那看他的业了。因为你想带他去，他不让你去了。他不想去了，那你也带不动他啊，所以你必须是观察他什么时候，哎，他可以接受了，你就来了啊。他没有接受，你来了没用处。这个能力其大无比呀，你能到即娑婆世界来，你也能够到其他诸佛刹土。然后你晓得每一个诸佛刹土里面有许多众生，那里面众生呢，有我们跟我们有缘的，啊，过去生生世世结的缘，啊，无论是善缘恶缘，遇到了通通要帮助，通通要教化他们。啊，随着来去自如，不会再有隔音之谜。下面是七地菩萨尚有隔音之谜，生到西方究竟得到如此殊胜功德，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其目的是在发起信心，使其对佛法产生信心。教化众生要分阶段的，没有信心帮助他升起信心，有了信心的人呢，要帮助他认识佛教。啊，认识佛教之后要劝导他修行，最高的阶段使其行普贤道，就是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记录，啊，能修普贤行就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一样，啊，不一样在用心不一样。啊，一般小菩萨，我智还没破，
啊，初发心的菩萨，普贤行是圆教菩萨所修的，啊，圆教的实地所修的，这个位置非常高，啊，我们看净土的四法界，啊，净土有四土四法界，啊，四土最高的常寂光净土，啊，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也就是普贤道圆满了，啊，才能到这个地方。啊，其次的十宝庄严土，啊，再其次的方便有余土，啊，最下面的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个世界有六道，极乐世界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啊，他们没有地狱、过鬼、畜生、阿修罗，没有这些，啊，这极乐世界的殊胜处啊，凡是一尘了义的经典，都属于普贤道，为最高的佛道，永离我道，不是不去我道，而是成愿化身去的，目的在教化我道众生，不是自己的业报，自己没有这个业啊，我自己是慈悲心，地狱业报众生有感，菩萨有因啊，他在求度求救，你知道了，你收到的这信息了，你自自然然化身去啊，所以地狱众生在地狱受苦，而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当中，一切苦乐都不受啊，苦乐之事是有的，他的心是定的，所以他不感觉的什么啊，凡夫心随境转，被境界所迷了，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所以受苦受难。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心都清净，啊，他什么心？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的心，这心都清净，而且这个清净不会失掉，因为阿弥陀佛的帮助就是加持，无论在什么恶道中都不会受其影响，这是佛力加持啊。啊，那佛加不加持我们呢？加持啊。那我们为什么还受苦呢？我们不肯跟他合作，我们要跟着六道众生合作，不肯跟佛合作啊，所以问题不在佛那一边，在我们自己这边。那我们自己如果能舍弃六道啊，这里面这些贪嗔痴慢把它放弃掉，完全随顺佛教、佛陀教诲，你就会感受到了啊，现前就得加持。啊，或者是说法，或者是听法，做影响中。文殊普贤、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
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他们是在唱戏，前台后台不一样啊。也许到了后台，老师变成学生，所以佛法常讲本即因缘，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从这个地方我们学到，要把教学这桩事情做圆满，像唱戏一样。我们是什么角色？这个角色要表演好，要很像，那个戏才唱得圆满。表演给众生看的，让众生看到觉悟，让众生看到了会回头。你看他们都合作，佛与佛合作，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到这个舞台，他是主角，其他的诸佛菩萨、诸佛来做配角。像文殊普贤，甚至像舍利佛、摩羯连，表演一个阿罗汉的身份。实际呢？实际他们早都成佛了，比菩萨还高。他表演阿罗汉，这就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我们唱主角，他也来要拥护我们吗？一样的道理嘛，谁做主角，谁做配角，缘分啊，不是哪个来主宰的，里面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完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看众生的喜爱。神足就是神通啊，佛不大用神通接引众生为什么？妖魔鬼怪有神通，众生不容易辨别，所以佛对于弟子们菩萨阿罗汉都是佛的弟子禁止用神通佛决定不用神通接引大众完全用正法佛法最重要的，我们想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一定要从经教当中学，确实是真实利益佛帮助我们永远离开三恶道教给我们断贪嗔痴，然后你才能成就佛道贪心魔鬼道，贪财、贪色、贪名、贪佛法也是堕恶道。佛法不能贪的，所以《金刚经》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都要舍，都不能贪，何况世间法？讲得够彻底呀！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什么不见道场？我们现在明白了，道场容易起贪心，没有道场就
这个念头就没有了。啊，有道场要维护道场，那用要钱的。啊，佛不见道场。啊，我学佛，老师劝我出家，而且叮咛一句话，叫我学释迦牟尼佛。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一生不见道场。啊，所以有人用我的名义去化缘，说见道场，大家知道那全是假的，啊，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啊，这个要小心。啊，十方供养，现在我在香港成立一个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是受香港政府监督的。啊，钱用在哪里？用在教育。啊，我是用在宗教文化教育。啊，宗教就大了，不止佛教，其他的宗教做好事，真正有利于社会的活动，我们帮助他。啊，专门做这个教育用途，啊，文化教育用途。文化教育里面第一个环节就是印诵经书，啊，像我现在用光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帮助人有机会能够看到佛经，啊，看到宗教的经典。那么宗教太多，经典也多，啊，我们要一门深入，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但是不能不懂，啊，不懂会产生很多误会，啊，那怎么办？就我要求其他的宗教，每一个宗教呢都能编一本三六零，啊，把他们的最重要的这个经典经义。修行的方法写成一个小册子，分量不多，啊，我们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啊，我们要这个东西，每一个宗教出一本，我们宗教大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就用这个课本，啊，十几个宗教合起来也不过就这么厚一本书就够了，全世界的宗教经典重要的意思都在这里，啊，我希望明年能够完成，啊，今年一年的时间让大家去准备，啊，现在是圣经三六零出来了，古兰经三六零出来了，啊，其他的我都希望一年当中完成，啊，明年我们可以印一本世界宗教是一家，印这本书，啊，宗教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内部的矛盾就没有了。啊，这个是社会安定和谐的根本啊，真正的基础啊。啊，所以佛法有神通，不用神通。啊，为什么妖魔鬼怪都有神通？啊，可是如果遇到有大影响力的人，像国王大臣，偶尔也用神通为他们说法，让他们相信，让他们护持，让他们来推动，这个可以的。啊，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情形，没有必要显神通。啊，下面第十八章，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皆至，无不满愿。这第三十七愿，以舍自知。第三十八，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
若不二者，不取这句。啊，这个两愿对我们呢也很重要。我们在六道中时间太久，养成一种坚固的习气，那就是衣食住行。啊，一天到晚牵挂不停，都为这个繁忙啊。啊，阿弥陀佛告诉我们，不必过虑。到极乐世界，思一得一，思十得十。这八个字好啊！我们想穿什么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永远不要带行李了，那丢得干干净净。啊，为什么？想什么，什么都来了。我不用，不用就没有了，就不见了。这个道理，科学家知道，但是现在做不到。这就是科学家的能量与质的转变。啊，能量可以变成质量，质量也可以变成能量，可以互相交换的。极乐世界做到了，所以极乐世界科学比我们高明啊，我们没知道，他做到。啊，他一切法都是心想事成，想什么，什么就在面前，不想他了就没有了。啊，这就是这些事情，我们不要以后再放在心上。啊，在这个世界老是牵挂，到极乐世界不需要牵挂这些事情。啊，今天科学家已经探讨出来，能与质可以互相变化，如何变法还不知道。啊，想吃什么，一想就来，吃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也不需要洗碗洗筷子，啊，这都爽快。衣服也一样，随心所欲，啊，不需要衣橱，啊，也不需要去逛公司，一切受用，随心所欲，不必操心。这就是衣食自知。啊，我们天天操心的事情，佛告诉我们，到极乐世界都不必操心。啊，真得大自在了。啊，那么供佛在修福当中，这非常殊胜。啊，现在不要说佛，就是想供养罗汉，你也找不到。啊，可是到了极乐世界，设方三世诸佛，我要普供养，一念就可以做到。用什么东西来供养，也是随意皆知。这种智慧、能力、神足，都达到圆满。啊，这极乐世界殊胜啊。那么照经上讲，这种殊胜境界通常是八地以上菩萨才能做到。八地高了。啊，大乘经上圆教八地能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亲眼能看见。现在科学家只发现物质的秘密，八地菩萨看见，而且能看见念头的真相。念头从哪来的？
啊，能量从哪来的？能量是阿赖耶业相。那众生怎么迷的？怎么回头回归到自性？全知道啊！啊，这才叫真正究竟圆满的智慧。自己知道了，才能帮助别人。啊，八地华严原教菩萨的地位一共是52个等级。啊，像我们读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佛教学也是这样分法的。实性是小学，十个位次。啊，实住好比是中学，啊，实行好像是高中，实回向好像是大学，这个大学。啊，上面还有等觉、妙觉，啊，那是研究所。啊，学位的名称，我们现在学校通称博士、硕士、学士。佛教也有三个，最高的佛陀相当博士，菩萨相当于硕士，阿罗汉相当于学士。所以这种称号是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拿得到。跟一般宗教不一样，一般宗教神上帝人不可以做的，那是独一的。啊，佛教的这个佛陀，人人可以做佛，只要你用功，你达到那个境界就得到了。啊，凭什么拿到？我们的经题上有。啊，你得清净心，你就叫阿罗汉；你得平等心，你就叫菩萨。你后面得到觉，那是大觉，大彻大悟，那就成佛。啊，所以佛的条件是觉了，真正觉悟。菩萨是心平等，阿罗汉是心清净，都在体上。没有迷信的，啊，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都能得到，啊，用什么方法？看破放下，就这方法，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因为你了解了，知道一切法假的，梦幻泡影。啊，我们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在做梦，如果晓得是在做梦，就非常慷慨大方了。啊，遇到一头老虎，好，你饿了我送给你，我喂你吧。啊，佛可以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到。那晓得什么？梦中啊，醒来之后痕迹都找不到，是真的。我们天天在做梦啊，晚上睡觉不等于死了，第二天早晨又活过来了。啊，过去这一天还能回来吗？再也不能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啊，哪一天走自己不知道。啊，如何让哪一天走自己知道，那这要靠佛法认真修学，这个不难，小事一桩。
啊，这个地方事情还有事情没做完，需要再延长几年，可不可以？可以。真正的大自在啊，所以我劝大家学海贤老和尚，这是我们现前最好的榜样啊！你看他老人家，他修什么法门？净土法门。怎么修？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啊，112岁，身心健康啊，头脑清楚灵活，身体像年轻人一样啊，没有劳苦啊，没有病苦啊，没有死苦啊，走的时候知道啊，啊，有人要帮助他助念呢，他告诉人，助念不牢靠，我不需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所以他晚上自己，他念佛从来不敲引磬的，那天晚上的时候他敲引磬，啊，声音很大，啊，别人都睡觉了，他走了。第二天早晨去看老和尚，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全身柔软啊，比活的时候还柔软。这做给我们看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92年，那他念佛到什么功夫？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要是照一般来说，我相信老和尚没那么大寿命，也不过70-80吧，也就这样的，他能延长到112岁，这是阿弥陀佛叫他留在世间表法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好榜样给学佛的人看，给念佛的人看啊，照这个样子，照这个方法，你就能成就，他能成就，你也能成就啊！多长的时间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了啊！那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去看，绝大多数3年，就这一句法啊，怎么念法？心里头把一切的念头，无论是恶念善念，统统放下啊，心里头没有念头，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3年没有一个妄念，没有杂念，这就叫成片。成片是一心不乱，刚刚达到，谈不上深度啊，刚刚碰到边啊，他就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阿弥陀佛就会来看你，给你做证明啊，来通知你的信息，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等到你的命中时候，佛来接引你，你就放心了。阿弥陀佛已经注册了，
就有名字注册了，就放心了。而且你要见阿弥陀佛，他就会让你见到；你要见极乐世界，你也能见到。换一句话说，他让你真正看到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坚定你的信心愿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不少聪明人虽有寿命，不要了，这时间太苦太麻烦，还是到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好。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带你过去了。这就往生，这不是寿命到的时候，不是，是他见到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求，请求舍寿命，我现在往生。这个事情懂。我发现往生传里头所记载的净土圣贤录里面所写的一大半都是属于这一类，见到佛就不肯放，就要求跟着走，这占多数。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像海鲜老和尚，我相信他请求过，佛不带他去，叫他多住几年。那么从功夫成片，继续念佛，向上提升，也不过三年五年，就念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地位高了。四意心不乱还没走，再留住也就是个五年十年吧，顶多是这样。所以我看老和尚他20岁出家剃度，师父教他一句佛号，应当在25岁他得一心四意心，30岁应该得离一心，顶多40岁，不会超过40岁得离一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能看到的。所以这桩事情给了我们信心。对于我们复兴佛陀教育，复兴传统文化，带来了坚定的信心。可以。关键的就是你是不是用真心。你用真心不难，圣贤之道一点都不难。你用妄心那就难了，你用一辈子你都不得其门而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而且这种理念跟方法现在人不相信，不学怎么会。实际上这些大圣大贤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粗心大意，没看懂，没看出来。释迦牟尼佛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他19岁出家去做苦行僧，修苦行去学道，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学了12年放弃了。为什么呢？
那些东西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什么问题呢？脱离六道轮回的问题不能解决。啊，所有学派他们的结果是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出不去轮回。所以放弃了。啊，三十岁。他到菩提树下入定开悟。这就是因界的定，因定开慧。啊，开悟。这一开悟了，这就真心。真心现前。智慧从真心里头露出来的。啊，这就是四十九年所说那么多的经教。没人教啊。他跟谁学的？他没有老师啊。他是其义自见的、啊、注重自见的两个字啊。啊，读书千遍目的是什么？目的把妄心念掉。就是妄想杂念给念掉。妄想杂念念掉之后，自信就现前了。那智慧就开了。智慧开了，什么都知道，就成佛了。这个方法做给我们看了，我们要能看得出来，你才有信心啊！无私可以自通，哎、啊，而且可以通到底，真通了，比有老师还厉害。这个要知道，通了之后怎么办呢？怎么证明通了呢？读经，释迦牟尼留下这些，这些经是你一看全通，你全能讲，讲得天花乱飞，那就是通了嘛。所以经是给我们做证明的，肯定是一样的啊！不单是佛经，所有宗教经典都通了。啊，做出来了。我们要相信啊。啊，那么我们再看中国人。中国古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大圣人。他们说的东西从哪来的？也是其义自见呐、啊，都是一个道理，一个方法了。啊，在印度称为佛陀，在中国称为圣人。没老师啊，孔子老师是谁啊？那孟子以后再有老师，有师承，以前没有。全是自通啊！再看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的信徒在现在地球上超过150亿，大宗教啊！啊，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他们是一家。他们三家联合起来超过20亿，这最大的宗教，信徒最多的，第二就是伊斯兰。那佛教在全世界一般估计好像是7亿，啊，也算是大宗教。啊，那么这些摩西、耶稣、穆罕默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真的是一体，不是假的。啊，他们说出经典，你细心去观察。啊，王神父编的这个《圣经》的360，啊，我看了，
跟佛经上讲的，跟孔孟所说的没有两样。你不读不知道啊，你读是没有两样。古兰经里所讲的也不例外。啊，众神确实是一个人一体，我们叫不叫人，他们有色相。啊，毗卢遮那，佛家讲的化身佛。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法界虚空界，就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哲学里面叫宇宙万物万法的本体，就从这个体生出来的。这个体能生能现。啊，这个体永远存在，它永远不变，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见到了。你看他开悟说的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清净的，真心是清净的。啊，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本自具足，具足是就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啊。整个宇宙它统统具足，它不具足它怎么变出来啊？但是所现的这些现象不是真的，幻想，就像做梦一样。金刚经上用的比喻，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要这样看法就对了，这样看法你可以受用它，不能占有它，不能控制它。如果是据为己有，错了，身体都不是己有，都不是自己。这个时候彻底放下，这个身体是最健康的身体啊，为什么？他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就叫金刚不坏身呐！啊，唯有大乘佛法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讲彻底。啊，我们再看后面这一点。供佛修福里头最殊胜，大家要修福报，都认为有钱才能修福，没有钱我拿什么修福？他不知道念这一声佛号修的那个福报比财布施，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布施都抵不上那一句用真诚恭敬心念的一句阿弥陀佛。啊，很多人不知道啊。啊，为什么这句佛号真诚心念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就接上线了，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换一句话说，这一声佛号，佛号里面所包含的就是四十八愿，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就是大方广佛华愿，啊，再扩大的时候，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问题是会念不会念？不会念是夹杂着，
有求啊，求升官求发财也能求得到，那太小了啊，那个心太小了，心量太小了，要求求大的，要求圆满的啊，圆满的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有想到自信整个宇宙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宇宙就是自信，自信就是自己啊，什么是自己？整个宇宙是自己，这就对了啊，这个人就成佛了，他真的明白了，真搞清楚了，整个宇宙是自己啊，没有生命，没有好恶，没有是非，没有人我，找对立的找不到了啊，真的是一体啊。啊，那么这下面一段我们念一下。到了西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要普供养，一念就做到了。啊，要用什么供养具？也是随意皆知。这种智慧能力神足都达到圆满。照经上说，八地以上菩萨才能做到。那么此经只说生我过去即能到达。要注意到这里没有说上品上生。那就换句话说，只要到达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也如是，也能得到。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达到八地菩萨的地位，这地位是达不到的，这个地位的受用达到了，八地菩萨所享受到的我们也能享受到啊，所以许多菩萨都不相信，叫难信之法了啊，这个法门真的易行而难行，真正能相信的乃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有以支持啊！啊，凭什么我们能相信？完全凭的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啊，修净土的人，有模有样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这一生又碰到了，的人生又遇到了。啊，最难得的是我们遇到下莲居的慧济分。啊，遇到今天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啊，让我们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些文字，通通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会做。我找这个内蒙古的金峰教授啊，这是现在懂得蒙文的权威，我找他，希望在蒙古大藏经里头把无量寿经不同的译本统统抽出来啊，翻成汉文啊，翻成汉字，我们能看得懂啊，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确实全心全力弘扬这部经。那善导大师所说的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得到了证明。
不是赞叹的话，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会基本。啊，最圆满的真经。下老会集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完全是原意的经文啊，没有改动一个字，真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疏来注解这部经，说明正知真见啊，可以相信，不应该怀疑啊。这些年来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修学习，没有走错路啊。无论是国内国外人家来批评，我们都放在一边，不要去理会，也不必去辨别，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读这个会集本，依照会集本修行啊，得利益是我们自己。啊，这就是真正相信是过去善根福德今天成熟。啊，这一步注解注得好，注得太好。啊，那么另外有两个补充的本子，一个就是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我相信大家都有了。啊，有这个书，有个光碟，一定要多看，越看越有味，越看信心越足。啊，要多看。还有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的一部书《静修皆要》，是下联居编的，报恩谈是他老人家说的，我们有文字也有光碟，这本书也要天天看。那我们用这两种来补足无量寿经啊，这三样东西就行了啊，看上信心完全坚定的，一丝毫怀疑没有了，通通不要看了，一句佛号啊，像海贤老和尚决定圆满成就啊，这是我们这一次在日本这一会终极的目标啊，究竟的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